欢大厨。在吃什么？我看那边这么多人。妹妹。妹妹。这只最大，它在最大。对啊，这里。哎，猴子，大猴子，大猴子。星星啊！啊，这是。龙群，龙群在讲。大猩猩真的大猩猩哦！真的。哦，看到了。看到。看到。你从台高就看到了。确定。那你看人家好帅呀！不用抱，不用抱。你过来一点，面前。我们抱金刚。好了，放掉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赶快看。你看，看小 baby 金刚。来，你看。没办法。你给他吃，他当我他在乱吃。对，那个墙，这个窗户，但他到时候破掉哦，破掉就走了。不要去吹，听到了没有？好了吗？还有一个面。哦。你看那小，你看小 baby 在吃什么？金刚 baby 在吃什么？对。你看那小的金鸡吗？都没味了。那你看吗？你看吗？哎呀！你看没？他在吃东西。你看。哦，那边有一只大只的，那个白色屁屁的。哦，你看那一只脚尖的。还有那个两只，还要来抓马戏，很恐怖哎、欸！一手就在你旁边那个是小宝宝哎。你们，那子丁，子丁。外面的，外面的。看一下嘛。看起来很好一样。我姐姐小。我生 baby 了，对。我你看，你看可以长到这么大。好大。嗯。来看嘛。不要用它。长子。小的，小的。我要来。没有，这边呢、啊，这边是小只的，小妹妹跟小妹，他们两个在玩啊，那边啊，这前方，两只在玩呀、啊，你们想你跟妹妹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，他们两个站着，来这边，你靠过去看，等一下，你看，你看，两只小只的，等一下，没有。